哎，行了，别在这秀恩爱。大姐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。啥事儿啊？我昨天啊，我看见大姐夫跟他的初恋情人王美丽在一块儿呢。啊？赵干子。啊？你昨天跟王美丽在一起？没有啊。真没有？真没有啊。你看，他还不承认。王美丽，啊？是不是你也看见了？测试。啊，是。你是什么呀？是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两口子可别瞎说啊。谁瞎说了？我昨天一直在物业的，我在办公室我就没出门。赵刚子，这个情绪就对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也抖起来了呢？要动手了。刚子，都抱上了。刚子，你做的对。王美丽是军嫂，咱们就该没事照顾她，好好帮助她。以后我跟你一起去。大美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，我爱你。哎，又抱上了，四分啊，这两口子。你看看，你这测试结果你满意了吧？哎，妈，啊，你说啥测试啊？啊，是这回事儿。啊，这不咱们社区要评模范夫妻，他们两口子非说他们两个合适。我说呀，他们俩净吵架。他说我大姐大姐夫也不一定不吵架呀。这不测试你们俩呢吗？